哇！露营露营，亲近农场，喂下呀。啊，不理你了啦。可以打到有声音有录到影的话呢，我们就换下一位，因为蛮多人在排队的哈。那有想要把羊毛拿回去的嘉宾呢，你要去拿羊毛吗？教大家几个清洗羊毛的方式。拿回去之后泡着热水泡个三四次，不要脱落羊毛，因为羊毛你要放在手掌上。泡热水三四次之后再泡洗碗巾或是泡洗衣巾，请不要脱落羊毛，不然它会粘化。那再次提醒大家，下午3:45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关山牧区会有马术秀。下午的3:45，在我们关山牧区会有马术秀。好，那我们鞭子体验完，我们交给下一位排队的人。如果有打出声音的话，我们就换下一位。